大家好，今集呢就终于出返嚟蒲返头蒲返个龟头上嚟啦，猪队友。咁天公不作美啦，今日大家最关注呢单新闻就係呢个安达神道冧天秤。哇 ,2022年啊，大哥，即係除咗呢一个红馆 Mira 演唱会事件之外，仲有啲咁湿胶嘅工业意外嘅咩？个冧天秤都几恐怖喎、啊！对上一次，我印象中如果天秤有危险，都系山竹打风嗰阵时，睇住啲影片，对啲天秤喺啲高楼大厦天台摇下摇下都冇冧。但反而今日咧吓，喂，无风冇浪咁好天嘅情况下冧天秤，点解咧？真系嗱，秀茂坪咧就系我某亲戚嘅居所啦。咁唉，真系估唔到啦，楼啊不断咁起，竟然系发生一单咁嘅夺命工业意外，成个天秤拍落嚟，哇，大佬一个 mon 啊，巨 mon 搭落嚟啊，阿毛都可以吓咁多日95%嘅机会会瘫痪复原唔到，即系唔使去讲我知啦，系咪？即系使鬼个医生出嚟讲咩？咁啊击中呢一个货柜办公室。导致两死六伤，即刻咧就有一个员个 staff 啦，即时死亡啦。另外一个咧去到医院度都宣告不治啦。其中一个伤者多处骨折，22岁就阴公去到医院，即系不治嘅话，即系谂下，如果我个仔养到佢啱啱大学毕业，做呢、一个助理工程师啊，工程师助理5月先开始翻工、啊。哇，大佬翻工4个月就话俾我听行咗去喎、哦！哇，我做人阿妈白头人送黑头人，我谂我会点啊？跪低咯，喊到！依家人都癫啦，大佬啊，辛辛苦苦挨大个仔，仲要个仔咁叻仔，同埋咁即系咩啊？即系从事政行啊，就好似有啲未来一片光明咁样。喂，做助理个工程师，个个都系由助理开始做起噶啦。哇，将来你点知佢唔系即系做工程师啊？咁有钱系咪先？突然之间同佢讲死咗、啊，仲要系死喺一啲咁突如其来，亦都想象唔到嘅意外度啊！哇，我谂埋我跪低晕低一次啊！喂，香港地啊，大家听到乜乜师乜乜师就知揾到钱啦。咁你都可见佢阿爸阿妈栽培呢一条个仔啦，系咪一个僆仔啱啱出世牙牙学语，到培养到佢系乜乜师乜乜师，使咗几多心力啊！好话唔好听 ，Mira 演唱会事件啊，全香港瞩目啊！而家咧有冇人跟进啊？有冇人出嚟认头啊？系嘛？除咗嗰啲咩湿星嘅一个，你又开个 po， 我又出个一个咁嘅咩嗰啲 story 啊，仲有冇人出嚟讲半句嘢啊？大家热度过去，彩礼又未啦，香港人就系咁现实噶啦，唔好讲话咩啦。喂，永远热度就系一切啊！尤其是速食文化，朱导又成日都讲啊，香港速食文化，你点样死人冧楼啊？偷天换日啊，都挨得不过一个月。一个月之后你再提起啲人哦，想讲嘅兴趣都冇啊。嗱，房协咧就话发放30万呢一个抚恤金，我想问下30万对于一个叫做每一个家庭，每名死者家庭发放一笔过30万，哇，好深啦！你发少公屋啊，即系拨少啲公屋俾嗰啲咁嘅新移民啊，1蚊都冇交过税嗰啲咧，好过啦。即系嗱，有好多人话唔好又话我咩讲颜色政治啊，蓝啊、黄啊、乜 Q 都好啦。有啲人咧就好似幸灾乐祸啦，就话诶、英国啲嘢贵都贵唔过加拿大啦，八婆上身啦，系咪？一阵间又话。你班咁嘅咁嘅香港人啊，死黄友去到英国咧，又话人哋人哋都系当你新移民咋，人哋咪当你系嗰啲大陆咧移民到嚟英国，有鬼人真系欢迎你哋 welcome 咩？嗱，但系咧有一点咧系观点与角度，除此之外咧系真系实的的嘅事实嚟嘅。你哋嗰啲所谓嘅大黄友啦，又或者不满呢一个香港大陆。唔係香港大陸，香港政府同大陸嘅係嘛共產黨一手揸爆你，揸住你條頸，又話咩温水煮蛙啊，成，咁你唔滿意咁啊移民，咁啊好正常啦。咁但係咧，所有人去到英國，一係你係去做 Foodpanda，
系嘛？一系你又去洗厕所，好似之前啦都有报道啦，系咪？喺香港做教师去到麦当劳啊洗厕所，喂大佬，佢系真系有翻工噶，你唔好赖我舐鞋底又好，我攞个 tissue 慢慢去抹人哋嗰啲咁嘅屎渍，我点都好啦，我真系有做嘢噶，又或者我有啲钱嘅，我有大把 friend 啦，系咪？揸住三层楼，两个的士，然后两个车位。的士牌两个车位，去到英国我慢慢搣吹波啊，系嘛？我五廿零岁，我个仔去嗰度啱啱大学毕业，喂，我有钱去到嗰度咧，我搣；我冇钱去嗰度啊，慢慢洗厕所又好，做揸运输又好，我系有贡献嘅大哥，我唔系喺嗰度吓。喂，你瞓低啊，你喺嗰度做鸡啊，你都要做啊。但系嗰啲大学咧唔肯系，小红书嗰啲话咩？而家房協有一個措施叫咩？咩咩體恤，咩住屋調配啊，即係話細屋搬大屋啊。喂，我頂你個肺，落到嚟第一時間申請公屋嗰陣係邊啲人啊？全撚部係嫁港燦，我介嗰啲咧係嘛？最中意翻去啊山區拯救嗰啲咁嘅山區貧苦孤苗嗰啲咧，接受嗰啲咩咩啱啱到深圳嗰啲咁嘅貧苦少女係咪？幼苗一落到嚟咧，一畫只龜，一結咗婚咧，申請公屋第一件事，生三個，生五個，小紅書大喇叭啦，生咗五個話咩申請公屋好快噶。我呢度啊，交通好方便噶。香港人见到咪把捻几火咯，屌你！即系唔系话蓝定黄啊？有啲人咧做啲嘢真系好捻值得人屌噶。哦，咁啊，你话隔篱嗰个，我即刻左右望，但系全屋都有一个坐喺你隔篱，但我又冇咁把炮，又去山区拯救啲乜嘢啊？但系你就唔好话讲啲咁咁颜色嘅嘢啊！你话呢三十万，你倒不如你话酷刑声请嗰啲咁样嘅阿叉男阿瑞，你搞嗰啲好过啦。喂，你三十万俾得出嚟，讲真，三十万依家香港你做咗啲乜啊？三十万，你根本连架车啊，新车啊，你未必买到啦，好少少嘅。咁你咁样叫苦恤金，嘥气啊你！三十万，喂，同埋咧，你就啱啱讲开的士牌。的士牌依家跌咗好多，你知唔知啊？哇，个个资产喎，有的士牌等于我冇边条仔系揸的士或者有的士牌。喂，最近的士牌啊，楼价大跌，你知唔知？全部都已经冇一橛噶啦，蒸发咗噶啦。除咗咧，如果好似有条仔，好似叶翠翠之前嗰个黄友龙送两层贝沙湾俾我之外咧，佢点跌，我应该买唔起嘅。所以咧，依家我谂，如果有的士牌嗰啲，如果我谂佢都系四廿零岁楼下嗰啲，应该都跳得楼噶啦。如果话紧如有的士牌，我谂可以啊，嚣市啲，我谂应该都要六七十岁嗰啲讲起先有货。哎，你都醒目喎，人哋九几年已经买乸咗两个的士牌，五廿几六廿岁，啊，而家咪慢慢搣咯。我去英国搣又得，去加拿大搣又得。你供斷咗，佢蒸發幾多少，你都仲有個本喺度啊嘛！因為始終你當年買同依家買嗰啲錢都已經差好遠啦。喂，但係咧又誇張喎！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咧，哇咁好揾嘅咩？一入去嗰個標鋪嗰度，你望下嗰邊，咁我就可以攞走三隻標100万嘅咯喎！哇，好過我做下幾年嘢啊！我入去坐，我可唔可以將呢一嚿錢吞落肚先？喂，但系依家上次攞手嗰几廿只标，依家话搵翻一半啊！你搵翻一半，我都袋咗一半落袋啦。同埋劲有花生，成地都系咯。有啲啊，唔知道真定假啦。有啲牟利啊，喺呢啲连登高登嗰度，又话自己又唔知几廿只标，又话要移民之类嗰啲啊，急放嗰啲，之后又话俾人报警，俾人搞，真系笑死人啊！真系。喂，但系真系好夸张喎！话嗰啲咩南亚定系巴基兰坦啊嗰啲，即系唔好话咩。歧視啦，歧視一定有嘅，邊度都有嘅啦。你唔好話咩中國、香港歧視大陸人啊，上海人啊，都歧視北京人啊，再更何況你外省嗰啲，咁就係因為嚟咗咁多嗰啲假難民，哇！全部劈友斬甩人哋隻手掌，喂，真係好誇張喎！香港警察唔做嘢嘅咩？係嘛？淨係個個都掛住嚇八三一走嚟。看看你班友仔有冇玩嘢？喂，就系唔系搞呢啲咩政治 show 噶、哦？从来中国人咧咁多个历史嘅教训都系话俾我听，中国人就系最叻搞中国人嘅啫。不过你话点解唔做嘢？我觉得就唔系嘅。系咪唔够胆咧？首先阿 Sir 英文唔好叻啦，佢一扮唔识讲中文，我吹你啊！
都唔係啊，都唔可以，都要係其一個原因，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啲例如應人程序啊嗰啲之類咧，咁啊好多時候差館可能有啲咩 case 啊，都會揾翻啲藥物嘅人俾證人去認啊，指出係咪一號，係咪三號咁樣。喂，其實講真，我哋中國人睇中國人咧，又真係好易認到嘅好多嘢都，但係中國人睇其他種族嘅人。我想就算睇白人都可能有時都分唔清楚，咁咪更何況阿叉。我最搞笑曾經試過咧，陪我朋友咁啊，即係去處理一啲呢啲嘅 case 嘅時候咧，咁啊見好多呢啲啦。哇，個個出到嚟啲阿叉一號到八號，唔係蒙頭甩面又剩，哇，個個基本上咧都係一樣樣嘅喺我眼中。喂，嗱，我啱咧立到一单新闻，非常之惹笑啊！嗱，本身我就唔系一个咁扑街嘅扑街嚟嘅，但系见到呢单新闻，我都忍唔住啧声笑咗出嚟。咁啊，睇咗咁多年呢个苹果动嘅新闻咧，我都非常之熟悉边个嘅沙田咪。可惜系我识佢，佢唔识我，系嘛？因为我都有好多我唔中意嘅人，我都想请阿沙田咪睇下，唔知系咪一两万都唔得，揼佢一镬啦。咁啊，可惜我唔识佢啦。点不知咧？佢竟然咧，同阿薛影儿咧炒埋一碟喎，除咗呢一个吓前呢、這、一个嗰、那个咩上海仔同阿 Coffee 有一腿之外咧，呢、這、一个咩薛影儿咧，竟然喂系你最中意嘅嘢啊，电单车。哇，其实呢个薛影儿我都觉得佢都几厉害噶、哦，佢真系可以游走好多领域噶、哦，即系可能唱 Happy Birthday 之后呢个系另一巨献，无牌揸电单车。巨献定巨语啊？你望住人一依张咩相？哇，你咁都见到我夹住佢对波嘅，咁佢个样啊，真系我宁愿望佢对波好过望佢个样嘅。喂，咁其实熄灯都系咁啫，都系两个眼，一个鼻，一个口咁啫。嗱，薛影儿咧就贵为呢一个亚视一姐，喺呢一个淘宝有呢、這個。个定制嘅 cushion 啦，咁啊喺中环海滨咧，就竟然咧就有条仔啊，好似都吓盈碎咁样就教佢揸电单车，你都冇教过我揸电单车啊！屌呢啲同教高尔夫球一样嘅啫，喂沟女先用嘅咋，你有冇搞我啦？教高尔夫球，我系咪吓？你系咪睇得多嗰啲日本小电影啊？嗱咁咧，五号啦，九月五号咧，警方竟然以涉嫌无牌驾驶咧，就拉咗我哋阿一姐、阿二姐、哦。片段中咧就有条仔咧就身穿呢一个反光衣啦，咁啊喺阿二隔篱咧就从旁指点指点，哇顶你个肺啊！原来系和盛和前错管阿咪哥啊，沙田咪喎。喺苹果栋新闻咧，我啊睇得佢多啦，原来佢咁鬼热心助人嘅咩？喂，我都唔识啊，几时教下我啊？喂，我相信男人一日唔死都仲有一个寻找真爱嘅权利嘅。喂，咁都唔系阿。阿姨姐啊，话沙田咪行、哦、出嚟吓，喺江湖走跳，使唔使啊？啊，我又我啊真系算我孤陋寡闻啦，我啊真系唔知边个沙田咪啦，咁啊前坐馆听出嚟，我行喺砵兰街，我打横行，我碌，我都应该冇人监阻我啊！屌，咁唔通我日日去油尖旺唔同茶餐厅坐，我食饭我就系前呢个油尖旺咩茶记坐馆咩又呢个年头，我唔知啊！我觉得喺我个世界，喺我个生命，近呢十零年都冇乜呢一方面黑社会嘅嘢出现喺我眼前啊！哇，嗱，真系。所有嘢都系吓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即系如果系我咧，我一个无知妇孺啦，走去咁样样去揸电单车咧，应该就唔会有事嘅。咁啊，贵为呢一个亚视一姐咧，咁啊扑街啦，系嘛？我啊小罪合上身啦，拉佢啲咩咧？三样嘢啦，警方警察叔叔咧就第一涉嫌，所有嘢都系涉嫌嘅啫，系咪？个挂堂走下程序啦。驾驶时没有驾驶执照，咁啊呢个应该系硬揭揭嘅食噶啦。驾驶未获发牌照车辆，喺嗰架车系咪啊偷翻嚟嘅咧？阿咪哥喺边度攞翻嚟嘅咧？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，及驾驶电单车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。喂，讲紧系头壳顶嗰个头啊，唔系边度嗰个小头啊。咁啊拉咗阿姨姐啦，应该就保释候查噶啦。我又唔知咧，佢保释行出呢一个差馆咧，会唔会有吓十几廿条咧？阿嫂咁型咧？哇！依家点会有呢样嘢啊？近年香港呢十几廿年嘅风气，我觉得都开始唔错，即系起码唔会再有咁多黑社会之类嘅嘢出现喺。一般市民的眼中或者眼前啊，咁啊，所以呢啲咁样嘅出到嚟咩阿唔阿嫂，我觉得都冇噶啦。你有钱咪有 man 咯，冇钱就冇噶啦。
喂，真系唔错啊，系嘛？48岁都叫做吓、啊，都叫做型啊，系嘛？虽然冇话阿洗米华啫，洗米华食个蕉啊，咁所以啊就洗米华，但我想洗米华个亿声，几个亿我都数唔到啊，真系。唉，有几多亿俾你搣搣十年好美，你而家咪又去洗饼洗碗，有乜用咧？即系最惨咧，系佢老婆同阿吓阿 Mandy Liu， 哇，嗰两条女唔想呕翻啲钱出嚟啊！所以咧最扑街咧，你啲男人咧真系有咁风流，有咁耐接待你。哦，即系俾啲另一半啲钱又啲度度平安，自己嗰啲又跌翻晒出嚟。嗱 ，Mandy Liu 嗰啲咧就应该呕唔翻出嚟嘅，除非嗰啲名啊，即系阿 Mandy Liu 之前就肯攞翻一。动啦、啊，叫做吓、啊，独立嗰啲咧，唔知几啊亿亿几啊，攞出嚟同阿洗米华还债啦，咩啊佢老婆嗰啲咧就唔知啦。不过都系有划归嘅、哦，夫妻共同财产可唔可以充公咧？呢样就要吓啲法律界人士答下啦。咁啊，总之咧，佢自己我谂都冇命出翻嚟噶啦。喂，你衰喺呢一个共产党手，你唔系觉得你仲有命出嚟啊？哇！呢真系叫抄家灭族。发配充军啊，嗰啲啊，唉，冇啦。好啦，今集讲到呢度啦。